2023年属狗的生肖运势，属狗的朋友今年运势挺强，有紫薇、龙德等吉星相助，争取事业的进展或财富的增加都是可以的。要记得培养仁德，主动关怀身边的人，不管长辈或晚辈，都能够成为你将来的贵人。事业上有可能被赋予名声或权力，要记得学习承担，勇敢做事。不过今年也有凶星来到，属于暴力破坏的心，所以要学习控制情绪，乱发脾气则会导致坏事发生。财运方面有加薪的机会，可以多多努力。家人关系良好，要记得当大家的和事佬，培养社交及沟通能力。桃花运弱，不适合谈恋爱，会容易影响事业哦。祝福属狗的朋友们兔年行大运。